因为我们预期我们会没有牌，所以我不喜欢留，我不想留快速射击或是那个温柔怒拳。我希望之后抽到，能抽到。虽然留快速射击可能也 make sense 啦，我不管。哦，他要撞进来？怎么？没有。他如果打进的话，十之八九有提起。来吧，五月。这下轮不会被触发，除非他有带冲锋，不大可能。他冲锋的话，我也超赚，所以。哇哦。OK。那我就两个换进去吧。哇哦！飞舞刀刃其实有点糟。这表示我没有他在测冒中爆飞舞刀刃。哎、想一想，他已经是九九了。我可以两个都清掉的，对，我这样其实不错。这样他一方面没有办法用武器解这只，然后他应该会解这只，然后我还留有一个冰冻陷阱，因为其实那两只我都不大想冰。这只其实有点怕闷棍。嗯，我想一下，觉得三加三好了。克苏恩贼，所以他会有克苏恩的刀刃、菊花茶。嗯，其实蛮有可能是李诺贼的。偷看我的视频哦。太轻松了。我还是蛮想下十字的。可以，帮我拿一下吗？可以，帮我拿一下吗？可以，帮我拿一下吗？几乎就要输了。也是，玩得不错。嗯。我把训前者换成橄榄鸟了，知道。After tail。我不必说出气。Oh shit. Oh shit. 所以这个会因为我的秘密而被触发到，所以我等一下应该是前臂击上那个这只。痛痛了，其实有点想建立狙击。
Oh mein Gott.有可能会被举掉的，真的没有，没有狙，没有冒中爆，几乎一定是冰冻跟爆炸，几乎一定是。冰冻跟爆炸，所以问题其实很简单。我们希望给他更多武器吗？哇！冰冻跟爆炸。这样的话，你会怎么做呢？冰冻跟爆炸，我想要 hold 住一轮。想让他有一堆武器可以用，冰冻跟爆炸。也没有很想让他过我嘲讽，不过算了。放熊，毒蛇哦。OK， 毒蛇。毒蛇就毒蛇呗。展览厅只对嘉宾开放。所以我必须要用快射处理内置。是的，真的。哦，几进一个英雄能力，这张毒蛇，没有狙击，冰冻爆炸。这应该是第二轮前臂鹰角弓。We'll see， 猜应该是第二轮前臂鹰角弓。鹰法，鹰法或是奇怪的死神法。来吧，五月。这爆炸弹永远都不会触发。好像不能不下这个黑龙。
不容入选。哇哦，我狙击。哇哦，所以是有可能触发的。所以这个秘密应该是寒冰护体，或是我想看哦，或是寒冰屏障。有人，应该是寒冰护体或寒冰屏障。冰箱的机遇真的不高。安排是不好让痛苦跟我对话。一样，他除非有在冲锋，不然他不会触发这个东西。火球，哦，火球，那可能有烈焰之类的东西。哦耶！是气化，不是。哦耶！Oh my god， 它其实有可能有一些很怪的东西。我蛮想抽牌。介意我骰子吗？我冰冻了，所以其实根本不用理他。对，刚好满场。吓我一跳！我想说，我怎么还可以攻击？烈焰，到底是秘密法？烈焰 ，OK。所以他知道我冰冻的存在。他其实可以点这个，我还真想说好像不大适合，不大适合占满场还是干嘛的。可是我一时也想不起来为什么不大适合占满场。哦。我不要确定以前有没有这个功能呢、欸，所以它看起来是半套的，就是秘密兵法之类的，因为带冰霜星星，可是带巫士跟麦迪文使者，还有我们法艾龙蛮。哦，
很奇怪。Very strange indeed。要找什么？找一个兵吗？找什么都不对啊！你兵得住我的手下，兵得住我的脸，可是你兵不住我的英雄能力还有法术。再搏一口吧，啊，走。我不必说出去。我的牙齿。其实这个很克制狙击之类的东西。有可能是冰冻，其实爆炸我也不会很不开心，所以就想算了，爆炸就算了。这只我觉得就比较怕狙击而已。And that， 这是某种奇怪的 combo。它是某种奇怪的 all-in combo 的秘密耶，我之前看过这一幅。那这里就算钱币下石子，我都可以用冰冻陷阱作为回应。对他而言，他最好的解可能是圣光会。哇哦！
看 all in， 真的超 all in， 他应该不会解这一次。他应该有狮子，哇哦！哇，应该结野兽才对。啊，没有爆炸。不是，它有爆炸，没有冰冻，让我觉得很奇怪。我以为它会有冰冻。要干牌了。哇，还真的跟我换了。放熊。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所以这里其实有可能会野性呼唤下来哈。Okay， 没有。橘橘思密达，什么诡异的牌子？只要他这里没有成长或启动，其实就还好。都往上出下。可以考虑建立狙击啊。抽牌 ？Oh man， 你完全玩错了吧？我是不知道啊，我觉得你是玩错了。只要不解武器，我就没事。我知道大部分人可能会很 confused， 说为什么我要多弹这几，因为这样子可以跟这个 combo 到，真的就是因为这个 combo，
有点强。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带融合怒拳吧？哇，当真哦！欸、我想说，你该不会要铺场吧？嗯哼。轻松了，我独自猎杀。用武器是因为第一点我还有另外一把，第二点，我们有两个秘密钉在头上，随时有可能会被触发。尤其对面是一个德鲁伊的状况，他蛮有可能需要出一些法术的。愤怒吗？愤怒也是 OK 啊，因为愤怒就……嗯哼，回击，愤怒，那是什么？愤怒。纠缠之根，最后一个是不会被触发的，对，对，可是他血量几乎要归零了。灰灰。所以等一下是巴奈斯保密者英雄能力。OK。OK。哦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啊，不过我不确定。还有法伤灰击之类的东西。嘲讽。放嘲讽的，不要敲我脸，他怕冰冻。其实有点帅哦，可是我其实有点帅。那如果解一个手下的话，状况可能会比较好。所以有这只的话，我就很想要有秘密。我不会说出去的。应该不用把它换掉来换秘密。那样有点太超过。
这样他会被秘法冲击解掉，可是他如果有秘法冲击，他上一轮就应该要用。那个冰冻对他来说伤害很大。哇！快逃啊！哇！天哪 ！Oh my god！ 你这是决定超烂。跟你说这是个烂决定的。你是无法阻挡我的。超烂决定。是又接近87%胜率了，刚好87%不完了，就达到87%胜率了。这一副已经被认可为87牌组了。OK，OK，OK。Oh my god， 好好玩呢、啊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好玩。